加油！我来上班课，我要看出台湾。我们觉得我们棒。得奖得奖得奖！加油加油！加油第一哦，一定第一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拿到第一名，我喜君我加油！口号口号口号！能够透过一些创意跟发想跨域的整合的一个能力、哦、真的是有很多令人惊艳的地方。新冠会疫情的关系由群科中心来办理这次的活动，分散在各地举行，所以希望能够在平顺的状况底下来完成这个专题制作竞赛，让所有同学的权利都能够获得保障，也让这个活动能够顺利的举行。收割、哦、这个同学们这三年来的学习的一个统整的一个成果，那也是给同学一个鼓励的一个机会。大家跳，刚很紧张，有点不安，可能会想不出要怎么再改造，怎么做设计这样，偶尔会遇到一些瓶颈。那我们已经就是练习了一年了，就是开始有一点失去方向的感觉。那时候就会很想放弃，不知道要怎么办，觉得很累。刚比完赛，觉得非常紧张，因为我们从去年十月到现在，都把所有心力都已经投入这个专题，非常紧张。我们在讲的时候，就是手一直抖，然后手一直抖，很无力的感觉。过程中觉得非常的惊吓，蛮崩溃的。想放弃的这个念头呢，已经出现在我们这次的过程中已经两到三次，甚至是在我们最后一次拍摄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崩溃到了一个极点。差点是没有办法参加这一次的专题比赛。我们学校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，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，这样有很多次的失败，遇到手受伤，还有去缝针，要坚持下去。如果半途而废的话，那就是失败了。很感谢我们的指导老师的教导，你就是不要害怕，就是勇敢面对，因为人生只有一次。那怎么样才可以做得更好？创意多一点，只要有想法，你一定做得到。对我们是希望。真的能设计出来试售，然后再自己家里安装。你做这个东西的缺点、优点，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，但是你的收获那些都是甜美的，而且这些回忆是真的都是无价。会很希望能够把这一部片完成，因为这就像我自己的小孩一样。达成那一个目标，你就往那一个目标去做一个延伸。你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毅力跟热情。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那些打击你的事情，然后。要想办法找回那些初衷，沟通，互相包容，互相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明朗的 nice。Oh, no.
的五岁。